维克托其实收益最高的是帽子，当你们拿到优势以后，一定要堆法强，拿电刑。打刀妹的话，注意己方残血小兵就好了。他不 Q 吗？Q。这塔前就算了，他能叠满被动，把线拉回来再打。二级我们不好打刀妹的，要三级。你玩维和刀妹，他推线游走，你打信号队友不走，然后刀妹拿头你就打不过了。对，刀妹前面如果说游走拿的头比较多，你线上就不太好打了。欢迎鱼俊，他有装备优势的话，你肯定不好打呀。正常的话，线上五五开。他居然不扣这个小兵，还行吧，一换一能接受。
我这个闪现交的不太好，这波闪现吃到他 E 有点伤。凯爷，你等一下，可能还会来。六了，但是这波他没闪呢。他这波要再上来被我晕到的话，要被单杀的。但是我得小心这凯影。打刀妹的话，就是你们要注意，就是在他快 E 到你的时候，或者他 Q 上来给到 R 的时候，你们再放 W， 一定要保证他 Q 到你身上的时候是在你的 W 里面，晕住就可以了，晕不住就不好打。不要中路线了吗？感觉这波凯影可能会来。没大招先不跟他打了，打他得要大招的，没大招不好打，等12秒吧。我主要是怕这个凯影过来搞我，凯影在上呢，这波故意放 W 勾引他的，没想到他真上了。欢迎张伯伯。可以双杀的，我
我现在不太清楚这凯隐的位置。拿到优势以后去搞下路，把腰一磕，OK， 游戏结束了。这是什么段位？这是网易的定位赛。欢迎黎明，现在已经是 S13的这个定位赛了，新赛季了，给你们说一下。今天打了一天的话，目前我是没有碰到什么摆烂喷队友的那种的，可能新赛季大家都很想上分。我感觉环境挺好的，今天是我玩这么久以来感觉游戏环境最好的一天了。接盘，就是要蓝的话队友也都会让，就大家都挺想上分的嘛，定位赛都想拿好的，不会摆的。
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新赛季刚开始环境太感人了，十把就输了一把，可以的。定位赛嘛，大家都想打好，所以不会喷你什么的。就各自把各自打好的，然后也不会喷你，死了也不会点你。今天环境特别好。前阵子打排位把把有百子。